了吧？喝点，解解渴。来啊，没事儿，喝点。感觉怎么样？再喝点，喝点。好不好喝？再来点，别叫。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，阿天。一会儿见到那个小丫头，最好别心软。放心，我要利用她逼白荣山说出真相。真相我已经跟你说过了。我想听她亲口说，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。其实报警的话，可能我不相信警察。大哥，喝酒。大哥，喝。哥，我不是你啊。你说白静见到你会是什么样子？幺爸，辛苦了啊！啊，人呢？嗯。放心，他不会跑远的，这附近几公里内根本就没有人。还愣着干什么？快去找他。已经一点了，
别跑！喂，好，把人给我带回来。阿天，白静找到了。喂，让高警飞机电话。你现在一个人带着 U 盘到大中桥，到了那儿自然会有人找你。知道了。他要我现在去大中桥。就在这个位置，离我们不远。但是他们不会那么轻易让我们知道静静的位置。大哥，其他事情都安排好了。告诉刚子他们，一定要找到他们，因为白天不会让我们轻易的找到他的，懂吗？放心吧，大哥。另外，俊飞啊，来，把这个跟踪器带上。一个 U 盘，我是通缉犯，你忘了吗？我想你跟我一起去厕所，感觉怎么样？再喝点。
天你放心，他不会跑远的。站住！站住！别跑！一定要找到他们，因为白天不会让我们轻易的找到他的，懂吗？放心吧，大哥。另外，警队啊，来，把这个跟踪器带上。即使你跟丢了，我们也能找到你的位置。另外呢，把车带上。不用再说，带枪也是浪费。准备，一定要把静静安全的带回来啊！你们要什么？你们要钱吗？要钱我们家可以给你，你放我出去吧！你们天都得罪不到啊！我告诉你们，你们要是被我哥找到了，他们饶不了你的！放吧！你来了，二哥，你怎么才来呀？你快点帮我解开啊，二哥！你快点，他们欺负我，你快点啊！二哥，你快点啊！他们欺负我，二哥，二哥！闭嘴！小死丫头，跑，再跑！二哥，他是谁啊？你回答我呀，他是谁啊？不用他回答，我告诉你啊，我呀跟你二哥是很好的朋友，知道吗？啊，二哥，他在说什么？到底什么意思啊？静静，你受苦了。他们的车拐进了一条小路，我知道了，盯住他。放心吧。喂，三叔，他们进了一个仓库。我知道了。你们先别轻举妄动，等我到了再说。明白。别走了。
天我只给白天。把衣服换上。喂，大哥。阿三，救出晶晶以后，我不想再看见阿鬼还活着。我知道了。进去到一米，这奇怪了，二十分钟怎么一动还不动？刚子，你进去看有什么动静没有？得嘞。不相信，我们从小生活在一起，你告诉我那不是你的家。可我的家早就被这父亲毁了。三叔，里边没动静。亲近的人，你们都是骗子。你本来就生活在一个充满谎言的世界，你懂吗？静静啊，你别叫我！你们都是骗子，我求你。